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是金融区这里的国土战略局装备的获取方式。这个位置呢比较刁钻，所以说大家仔细看清楚喽。我再说一下这个怎么开哦，这个我顺便可以录一下视频给大家。有些人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首先呢，我们爬上来，然后这边有个电箱，打掉这个电箱，这个门就开了。然后打开门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往上爬了。然后往上爬，再往上爬，往上爬之后，这个门是锁着的，锁着的没关系。我们到这里，这里有个电箱，把它敲掉，敲掉电箱了之后呢，这个门就开了。这个门开了之后呢，从后面这里绕，绕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门锁给打开了。打开了之后，队友就可以进来了，就可以一起来拿这个国土战略去装备了。然后呢，要回去怎么回去？这一边有个绳索可以放下来的，所以说就这样。有点沙粉了。这个就是这一边的国土战略局装备的获取方式了。好大了，哥哥，你好知道棒吗？啊！这一边有叛变特工的，我上次来这里遇到两个叛变特工，给了奖励，挺好的。先让我给大哥们探探风水。开吗？不是啊，咱们只是下站而已。你真想不开我吗？再给你放，我给你再，我再给你放烟花呀！来，各位进来吧。哒哒，你看你们这后面明明就是有个锁，你们炸不开。那我，进来吧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卡 bug 呀？不，开了，后他面有开了。个电箱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电箱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从那个门进来了。哇，我要好爬机进智去。啊！我出奇特了，什么？没事儿。还有啊，你骗我这个的人在话。唬我。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